creating a lot of opportunities for importing. We have two factories, still in Jinzhou. We believe there is a future for also in China for China, but in China for the world. And this is where we are trying to go for the future. My friends around the world, they call me Michael the Link, because I'm linking China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 still think Pudong is one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 I really look forward to the next 10 years here in China, where we can see even more open policies. Will I be Shanghai Violet Free Trade Zone? Will I Shanghai? I love Shanghai. Das war Shanghai. Ich freue mich, in Shanghai leben zu können. Я люблю Pudong. Liebe es, in Pudong zu leben. Will I Pudong? I love Pudong. Io amo Pudong e amo Shanghai.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盘股论金节目，找老师选策略挑股票，上九方智投。大家好，我是伊可。中秋假期后三个交易日，市场可谓有惊无险。虽然多数指数创下本轮调整新低，但是在外围市场走强带动下，A股各大指数出现不同程度反弹。后市如果想要持续反弹，需要哪些有利条件支持呢？今天虽然指数出现分化，但个股交易热情不减，两市共有近60只个股涨停，仅一只个股跌停。在轻指数重个股的市况下，哪种交易模式更适合近期的操作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老袁和现场嘉宾们的观点，有请老袁。好的啊，那十一长假临近啊，提防假期因素对市场的一个影响啊，有人说今天好像已经有点假期因素的影子好像已经来了啊，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那我们还是围绕三点来跟大家聊聊我们对市场的看法啊。看点一，九月 LPR 保持不变，即今天的低开多多少少跟九月 LPR 保持不变有一定的关系啊。其撇开这个因素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外围市场的因素应该说对今天市场的稳定向上啊还是有帮助的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 LPR 保持不变，那保持不变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效应呢？其实如果昨天没有这个预期会下降的话，那今天不至于出现这么样的一个走势。为啥这样说呢？其实大家看一下昨天啊，我们可以看到应该说对于这个 LPR 比较敏感的30年期的国债 ETF 啊，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啊。那么在整个市场昨天比较热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个 ETF 啊其实高开低走啊，下跌的幅度还是不小的。所以实际上呢，昨天大家在交易的时候呢已经有了这个预期，那么这个预期呢也打在了股票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走势上啊，所以使得昨天市场的一个走势呢啊涨得比较多一些。那么由于今天早晨啊在开盘前我们都知道了嘛，9月 LPR 保持原样不变，所以使得市场呢稍许有一点落空的一个感觉。其实回过头来想一下呢，我觉得也谈不上落空，其实9月 LPR 没有变，对的，但是我们在7月份已经变过一次了嘛。再往前啊，这个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个汇率没有动啊，这个利率没有动过啊，但是我们有过两次的啊这个动作已经动过了啊。所以理论上来说呢，之前动过这次不动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其实谈到贷款利率和那个存款利率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在前面啊这个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我还特地就这个问题的一个节日期间的一个思考啊，专门做了一个短视频啊，有关局部的啊贷款的利率跟整体的存款利率，我做了一个比较。我个人的感觉应该是局部要服从整体的一个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之前啊那些沸沸扬扬的啊认为局部的一些贷款利率需要进行一个调整，我觉得现阶段应该还是要服从整体的一个利益。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从盘面的一个角度来看呢，今天
应该还是可圈可点的啊，比如说华为线啊，比如说重组线，那么今天呢依然保持偏活跃的一个状态。那么为什么这些啊会保持一个偏活跃的状态呢？我们要说说看点二了啊。看点二，华为概念和信创板块表现抢眼。其实说到刚才所说的这两条线，一个华为线一个重组线呢，我们在节前的周六啊，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啊，周六晚上啊，都知道啊，我们每个周六的晚上呢都会跟大家做一个直播。那顺便呢这里再多说几句啊，那明天晚间啊，老袁呢也会跟大家有一个直播。那么在明天和周日这两天当中呢，我们参与直播的一个嘉宾是很多的啊，还有像许文杰啊，是应该是在周日的中午。那么此外呢还有像张瑞哲，张瑞哲好像应该是周六的啊这个中午啊。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像那个江奇啊，周日的晚上啊。此外呢还有是这个我们葛建颖啊，以及陆毅，也是在周日的晚上六七点啊，六点七点八点啊，这三档、啊、都有人啊，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周末的一些新闻啊，包括本周的一个市场的行情，以及展望啊那个下周这整周的一个行情。那回过来说，我们在上周跟大家做交流的时候呢，是提到了本周的三条主线。那么其中呢两条我觉得本周的一个表现应该还是可圈可点的，一个呢是华为线，另外一个呢就是重组线。那华为线呢，我想之前大家都这个品尝到了啊华为线的一个味道啊。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华为呢因为三折屏的啊这个事件啊，这个使得我们可以看到华为海思前一阶段啊走势非常的一个强劲，而近阶段华为的一个热闹主要是偏软件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啊，华为的这个纯血鸿蒙啊，九月份应该会发布，而这两天华为全连接大会啊正在上海召开，因此呢市场对它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关注度，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重组线呢，我们在那天也跟大家支了一个招啊，我个人觉得呢重组线操作起来呢是有一定难度的啊。那如果说你觉得有一定难度啊，很难把握的话，那你也可以略开，或者呢是从重组线上去寻找跟其他板块沾边的啊。你比如说近期华为是偏软件是偏强嘛，那你能不能找到高科技板块当中软件哎隐隐约约好像也有重组的那种味道的啊，也可以拿来进行一个操作。此外呢信创板块呢，我们实际上是在12号啊在谈股论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提起过信创概念呢，由于它是二加 N 的这个销售的一个对象嘛，而这些对象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每年呢这个付钱的啊这个时段呢主要是在下半年，上半年呢是下订单的。那假如上半年的一个订单不足的话呢，到了下半年啊市场呢往往会想起来哦，上半年订单不足，下半年会不会补上来。所以近阶段的信创概念之所以活跃，应该是跟这个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关系的。那此外呢华为概念呢，我觉得是属于市场偏中心的一个位置，甚至于包括下周我们依然是可以加以关注的啊，因为这个概念呢本身对投资者的一个情绪价值也是比较高的，一旦情绪起来的话，那这个板块呢是会更为火爆一些的。这是看点二，我们要跟大家聊的。看点三，十一长假临近，要提防假期因素对市场的一个影响。今天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走势啊，其实昨天我们在谈到市场走势的时候呢，是提到了一点，我们觉得呢，市场短期的一个底部呢，基本上能够确立了。因为什么？因为昨天冲高回落呢，是没有把周三的一个高点给击破。但今天呢让我们对这个判断呢产生了一丝动摇啊。为啥呢？盘中稍稍击破了一下，但是最后一个小时呢我们也看到啊，那无形之手又开始出场了啊，上证501 ETF 啊，那么像沪深300 ETF 啊，是在两点下午两点的时候是很明显啊无形之手出场，是唰唰唰拉了起来。
那么这一点呢，让我们稍稍放了一下心。但是对于下周来说，毕竟是黄金周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交易周，如果叠加上节前的总共还有六个交易日的话，那么我们个人觉得呢，由于假期因素的一个存在，对很多机构投资者来说，节前是不太可能大动干戈来提高仓位的。很可能呢，按照以往的一个惯例啊，我觉得最后的一两天会动用比较传统的对冲工具啊。为什么说动用传统的一个对冲工具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海外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呢，对冲工具比较多一些啊。他们呢对节假日不敏感，就是因为有这个因素可以对冲掉。但是我们呢没有这种对冲工具，那怎么办呢？咱们有传统的对冲工具啊。所谓传统的对冲工具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你可能就知道了。比如说双十一，哎，对，双十一呢是那个卖货的一个节日，对吧？那卖货的节日以前一直有报道啊，所以有人把底价抬高，然后在双十一的时候再来打折。那么同样的呀，那证券市场的好多交易者、机构投资者都是聪明的，他们会在最后一两天市场抛盘比较小的一个背景之下来抬高它的一个底价。那么这样的话，那节日期间你说假如有黑天鹅的话，那不怕了呀，本来十块的我涨到十一块，那再跌个10%我还有十块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有可能最后一两天市场的一个价位啊会有一个上冲的一个过程，当然不保证一定会出现啊。那回过头来讲呢，我想下周基本上这几个交易日大部分时间是垃圾时间，但是最后一两天大家都这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呢，你稍微留个心，那看看有没有机会挂一个雷挂一个篮子吧有机构要的话你也可以给他你拿回来就可以作为假期的这个消费基金了你看好不好。好了，我们今天的一个看法呢就聊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来到场内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景昂另外一位呢是胡嘉宾，两位好啊。后市持续反弹我们说想要听听两位嘉宾需要哪些条件来支持胡嘉宾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需要有一定的一个成交量作为一定的一个支撑因为有成交量才会有信心嘛。嗯，这是你的看法成交量一定要有。那景昂呢？等待月底的货币政策的一个宽松的口径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可能我们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创业板指上面，因为它的机会可能会大于主板。嗯嗯，好，待会儿展开跟我们聊聊为什么是这两个要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场外嘉宾缺广敏广敏你好。你好老袁。刚才你应该也听到了我们对后市持续反弹需要哪些条件已经跟场内的两位嘉宾呢是做了一个交流。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想听听你的看法来有请。我觉得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国内政策的一个预期会要增强，第二个就是成交量要放大，就流动性要回来，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从短期来看呢，就是近三天就是上证指数三连阳，但是从个股的赚钱效应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偏弱的，所以我觉得平均股价这个地方最多也是一个偏弱反弹，而不是一个像今年两月份的一个反转。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两个因素，一个是从 K 线的最近三天来看它是比上证要来的弱，它这个三天里面有两天是阴线只有昨天一天是阳线。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昨天这个平均股价这个阳线这个实体非常小，只有涨了1.63%。那么记得2月6号这天涨的时候，我们说当时这个应该属于一个反转的走势，因为底部上来涨了300点以上，就10%以上，我们定义为这个小的反转吧至少。那么当时的涨幅是4.5%大概是4.5%左右，然后上涨家数呢只有3800家。就等于是接近大概是70%-80%吧，股票在涨，但是还有一部分是跌的。但是昨天呢是4800家上涨，4800家上涨只贡献了1.63%的涨幅。那么这种 K 线形态呢，我觉得不是反转 K 线的形态所以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中期的反弹，就是涨300点以上的话，这个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我觉得时间要延后。那么延后来看的话，马上就6个交易日就是国庆节了，所以在这个时间段的话，我觉得还是偏弱势的一个震荡走势。那么接下来就是长假期间我们看有没有政策的一个配合，如果有，因为外围已经降息50个基点了，这个预期应该说是还是比较好的，就降息幅度还是超预期的。那么关键是我们的政策是不是能够跟进，跟着降息或者降准。那么如果说有一些政策再加上我们的指数成交量能够配合的话，那么10月的开市啊，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再次向上的一个转折的机会啊，这个要成交量和政策的配合，那么再决定后面到底是继续的弱反弹还是反转的一个走势，是这样，老袁。哎，那光明啊，那最近这段时间你觉得还有6个交易了吗？你是率先休息去度假呢，还是会盯着盘面啊，或者看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是这样，就是下一周嘛，就是几个6个交易日里面，我估计5个交易日应该是休假啊。到最后一个交易日呢，可能看盘面如果还算平稳的话啊，就是赌一下节后有一个反弹，或者说节后有一些利好的政策。那么方向上呢，我个人更比较看好的呢，可能会参与一下无人驾驶这个板块，因为10月10号马斯克可能宣布一个无人驾驶的这个 Robotaxi 的可能推出嘛，这个事情，所以说有一个交易性的机会，或者说也是有一个政策，国内政策的一个催化。那么这个方向我觉得在最后一天的话可以去做一些布局的潜伏的一个过程，是这样，老袁。好啊，谢谢广敏的一个分析啊，那也是快人快语啊，说到了节后啊会哪些消息啊对市场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谈股论金栏目组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对于下周一市场的一个看法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啊，那么今天呢实际上是低开震荡，探底到什么位置呢？2718点啊，那这个位置呢是昨天我们给出的参考波动区间的一个下限啊，基本上分毫不差啊，就是大概小数点跌穿了一点点啊。尾盘呢是拉升翻红，五日均线呢是如期助涨，但是呢还是受阻于十日均线啊，没能够越雷池一步。最后呢是收了一个缩量长下影的啊阳十字星，如果啊不能够拿下十日均线的话，那么我认为仍然将反复震荡，但这个反复震荡呢跟前一阶段啊连续下跌的一个走势相比呢，那可能啊这个属于宽幅震荡了啊，那这个走势会好很多。从趋势来看呢，是月空周空日多的一个趋势，是可以继续持有的。周一的参考波动区间2723到2749点。我们再来看看创业板，创业板呢今天同样低开，直接跌破了啊昨天我们反复强调的1541点，因为昨天这个位置呢给出呢跟昨天收盘价的位置仅差4-5个点，那么今天开盘低开之后直接跌破，此后呢是长时间的在这个位置之下啊低位运行。尾盘刚才我们说到上证指数拉升的一个过程当中它也拉升，但是仍然恰好碰到1541点开始回落，最后收了一个缩量垂头阴线。那么由于今天交出了所有的均线啊，5天、10天、20天啊，原本昨天啊这个3根均线在手的，那么今天通通交出，所以我们觉得周一平开开始争夺5日均线，如果成交量不济，仍然将继续窄幅震荡。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是月空周转平日转平的趋势是可以谨慎持有的。周一的参考波动区间1526到1549点。我们再来看一下上证50叠加中证1000分时走势的一个情况啊。那其实今天开盘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基本上两者都是有一个低开低走的一个形态啊。那低开低走之后呢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波反抽的时候呢力度都不是很大啊，我们可以看到中证1000微微翻红之后呢就开始直接下行，所以之后的一个走势呢保持了近3个小时的高点下移低点逐渐下移的一个走势，直到尾盘我们可以看到在下午2点之前上证50率先开始往上拉
而大概过了15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中证一千再创盘中低点之后再来拉升，但为时已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终上证50啊翻红，并且也是以翻红来收盘的，但是中证一千啊就差了很多。所以总体上呢，由于昨天大幅上涨之后啊，盘面获利盘不少，加上一个节日因素的一个困扰，所以最终的一个结果不甚满意啊。所以下周呢，因为这个节日因素啊越来越明朗啊，所以对很多投资者来说，可能交易的意愿会比较的一个清淡。那么在交易意愿比较清淡的一个背景之下，我想还是要注意量能萎缩会不会啊地量跌现。那如果地量跌现的话，那其实也是从另一种角度来表明市场跑不动了啊。那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盘面的一些看法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来到场内的两位嘉宾一起来跟我聊聊对市场的一个判断。我们先从胡嘉宾这边开始啊，来有请。嗯，好的，老袁。今天市场而言的话，我觉得尤其是下午啊，我觉得护盘的意愿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通过 ETF 拉升指数。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没有改变任何实质性的一些东西啊。那我聊一下我现在对指数的一个看法吧。就刚才老袁也谈到了条件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市场尤其上证啊，它不具备一个反弹的条件。我认为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一个成交量，因为你没有量，这是我们最直观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对，没有量的话，其实就代表市场不活跃嘛。那不活跃，自然不会有人把钱拿出来买股票的。所以现阶段来说的话，我觉得成交量是比较关键的。但今天做出的表现其实并不好。我在上方标注了几个放量阳线之后的一个状态啊，一个是7月31，一个是8月29，都是一个放量阳线，甚至有大阳线。但随后的几个交易日都会出现量呢一节一节的往下再萎缩。那今天其实也呈现出这样的状况，昨天放量的，但今天就萎缩了。那下一周也是节前最后的一个完整周，很有可能也会因为节前效应进行持续的一个缩量。所以目前我认为指数的一个状态上来说的话，其实并不乐观啊。如果从成交量角度来说的话，可能连上方的一个2765的缺口都没有办法进行回补，甚至有可能会继续往下走的。那这是我认为第一个条件是不够的。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市场没有主线。市场没有主线，那无非就造成两个因素嘛。第一个因素就是，第一，没有人愿意持股；第二，有钱的人不知道他要买什么方向，所以会造成现在市场也没有成交量，没有信心。所以这两个因素不解决的话，我觉得指数应该是比较难以涨起来的。所以我现在更倾向于就是在下一周的行情中啊，指数有可能会继续向下，甚至有可能跌破2700。那原因上也比较简单，我带来一张图啊，老袁可以帮我上一下，就是当下行情我和22年4月到6月的一个行情啊做了一定的一个对比，因为我觉得比较有相似度啊。因为同样的就是在22年也是一样，先打出了一个低点2863嘛，那今年一样打出了一个低点2635，其实差不多迅速反弹之后也是经历了持续的缩量的阴跌，成交量我标出来了，当时的2863也是持续缩量。那现阶段来说的话是不具备一个见底的一个特征的，原因上我觉得比较简单啊。在这里我描述一下22年的一个见底的一个状况。首先是10月12日，也就是假期之后回来，当时的华为概念是率先启动的，但是指数还没有企稳，继续在向下寻求一个支撑。但是当时的成交量已经出现了逐渐增加的一个状况，我用红线标出来了。那直到10月31日，指数打出了2885点，确立了一个底部之后，成交量依旧没有选择萎缩，继续释放的。所以说这两个条件就是我刚才讲的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那市场才有可能会见到相应的底部。所以说推导当下的话，我认为啊，指数有可能会接近到2635，甚至可能会打破2635。那打破不打破我觉得不重要，关键就是主线有没有出现，就是有没有连续强势的板块出现了，同时成交量没有萎缩反而逐渐的释放，这个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不论是下周包括节后的话，我重点会观察的就是主线和成交量。所以目前我对于上证来说的话是保持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多看少动了。那后面聊一下科创50，科创50来说的话走的可能更弱势一些了啊，因为它是连5天均线都站不上的一个指数了。那对于科创50的话，我的看法就是啊，前低635点的话我觉得已经意义不大了，基本上目前的一个空头形态，这个635肯定是要破的了，均线我也罗列出来了，就是真的是完完整整的一个空头排列了，这是往下走的意愿是非常强的。所以目前我认为啊，就是现阶段科创50就是得在5日均线之下，然后走一个放量的加速下跌，这样子才能真正的见到底。如果维持现在这种缩量小跌的话，那底部在哪里就不好说了。如果能完成到这样一个放量杀跌的话啊，那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就是单日完成3%以上的一个下跌，
那有可能就会见到底了。当然了，这个幅度跌得越多，底部可能越真，因为当时635这个低点就是连续两个交易日跌幅在盘中啊都有超过4%，那甚至有一天走了一个振幅4.5%，然后走了一个 V 型反转635才出现的。所以我现阶段来说的话，科创50我认为也没有跌完，可能需要做一定的一个等待了。所以说现在手中的话，我觉得留点现金等待底部出现会比较合理。嗯，刚才呢提到了这个下跌的一个尾段的一个事情啊，嗯，那很多投资者呢对这一点呢都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啊。对，这个我同意，因为、哦、你同意是吧？对对，因为接受到尾端，反而我认为可能会出现一些极端行情，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到尾端了，可能跌不了这么多。但是往往、啊、从事实证据来证明的话，就往往尤其上证指数，它在尾端，尤其是这种大级别的底部，往往会出现很极端的行情。就像2635当天最多的时候跌了95个点，嗯，你那个基数是跌了3%，上证指数、嗯。那会不会这次不来大级别的底部啊？我们就横着磨出一个圆弧顶啊，然后来一个小级别的一个反弹，可不可以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低。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昨天放量了1500亿、6200亿的一个成交量、嗯，对。但是从今天的盘面来说的话，大概率可能还是存量，没有增量。现在我觉得主要的市场的原因就是要把增量给引进。如果只是存量的话，那现在就是继续保持着这种没有主线的快速轮动，那市场是起不来的。嗯，好像说的也有道理啊。但说增量资金的话，那你觉得未来增量资金要靠哪些方面？增量资金来说的话，我觉得第一肯定是靠一些相对来说体量大的一些板块，嗯、那同时也要有基本面作为支撑的。因为像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不需要。这是你说的主线了。我说增量资金来自于哪里？增量资金来说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来源于一些银行的一些存款。还是要从存款那个角度吸引他们进场，对吧？对。那看来确实目前情况下呢，我们也看到从一些基金的啊，这个包括我们有些那个券商的啊，一些投顾啊，反映出来的一个情况呢，近期刚才胡嘉宾说到的一个啊，这个存款搬家的一个事情呢，有吗？好像有啊，因为好像有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些这个中证 A500 ETF 啊。正在募集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个规模放在以往不算大，每个大概20个亿，但是一发呢就是10个，那这10个呢基本上是节后就会整体一起上市啊。那这整体一起上市，你觉得会对中证 A500 啊这个指数的一个相应的一些个股会带来一个帮助影响吗？会的，就算不同时布局的话，也会有资金提前抢跑的，我认为肯定会有作用啊、嗯。那到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啊，会不会对这个板块？能不能让它先踩住刹车往上爬坡，其他的板块再来跟上啊？好，我们再来听听景昂啊对市场的一个分析，来有请景昂。好的，老袁，就接着刚刚讲的那个放量的一个的问题啊，昨天放到6000以上的一个量呢，实际上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那个50个 BP 完了之后，对于金、油、铜、有色的一些资金的一个介入。如果刨开这三个品种的话，量能比今天还小，嗯，实际上还是事件性的一个的扰动。所以整体上而言，我们去看上证指数周线这张图啊，因为上周五的时候跟各位去讲了，我说这地方跌得有点过分了，不管是周线级别、月线级别，偏离标准差2倍太远了，应该要反抽了、嗯。那本周3天是做了反抽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要去看的是什么呢？它下方空间到底还有多大？原因在哪边？下张图又是还是上证指数周线级别图。各位会看得比较清晰啊，就是我框出来的蓝框框的地方，那么多的蓝框框都是黄金周前的一周的交易周 K 线，好像都是阴线是吧？近这么多年来每一周都是阴线啊、哦，这5年来啊都是阴线。那再往前看也是阴线，只是就是因为这个图是实在是看不清了。对，那言下之意，下一周还是再下一周呢？应该是再下，是下一周，下一周，因为再下周就一个交易日了。一个交易日它也是一周啊。往往黄金周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都是以红盘为收场，这也是过去这么多年里面。所以你要把这一周和一日要单独裂开了，要单独分开了。就对于下周而言，我是认为上指数仍旧有承压的一个动作，因为毕竟反抽完了。我们刚刚说的周线级别布林线，它的下轨、嗯、前面是2700点为支撑啊，对啊，对，它破2700就会被拎起来，但是到了下周不是2700了，是2680了，它平台又往下走了一个的台阶，所以
以覆盖率的角度而言，因为没有增量资金，因为成交额仍旧维持在5000亿以下，没有事件性的驱动的话，那实际上需要覆盖率过大才会有反弹的一个区间。那么又叠加到历史上的这个数据，我只是希望下周能够打破这个规律吧，但是还是要继续的静待一个观察。只是希望打破啊，只是希望打破。但从尊重客观规律的一个角度来说，大概率还是阴线。对，很多人可能会说这有点刻舟求剑了，但是这么多年都是这个样子的话，就必须得去。这是属于尊重烙印了啊。对，需要去尊重它。对，然后下一张图。原因在哪边呢？因为今天下午实际上是50 ETF 跟300 ETF 在放量，然后收了一根十字星。那么从上周50 ETF 的一个期权 PCR 的图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晰啊，认沽的持仓量除以认购持仓量，昨晚公布的数据，因为今晚要到9点之后才会公布嘛，昨晚公布的数据是60%，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数据。就我们一直都说小于60我们会期待上证50在这个地方突然间会给你有一根中阳线出来，它会有一个反弹，每次都是这样。但是在反弹的过程当中，这个数值应该要变大，它不应该是持平甚至变小的。数字不断的放大才意味着反弹才会继续。但是 PCR 的指标在当下的情况下，如果今晚公布的数据仍旧没有放大，仍旧在60、61、62，甚至是低于60的情况下的话，你要当心50 ETF 会有再往下回撤的一个动作。因为毕竟当下50 ETF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底部的一个结构，我们只是说没有背离就没有转折嘛。现在任何的背离，技术面的背离，量价的背离，现在都没有出现。那么在当下需要去继续的一个观察。那往下走一张图会看得很清晰，就上证50的日线图，今天的这个日线图啊，这三根阳线走的就相对而言比较的弱势了。很多观众朋友会说，哎，这不是红三兵吗？红三兵不是应该看涨吗？那跟各位就普及一下啊，如果红三兵的结构真的很强的话，为什么不叫红三将红三帅，要叫他兵呢？那么只有在强攻红三兵的三根，就是三根阳线，它是属于收盘价是收在最高位的连续三根阳线，我们后市才能持续看多。那么当下而言，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弱势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叫步步为营的这么一个的结构吧。那实际上是有指数在下周50有继续往下探底的一个可能性的。那么再往下走，那么除了上证50跟主板之外，下周即使出现低点，即使被整个盘面所带动的话，创业板指数倒是一个不错的左侧的一个的机会。我们可以从日线图上看得比较清晰啊，就我们推演到下周周四周五的时间点，你会看到这个布林线的轨道已经有明显的收敛收窄的一个结果，而且是向上飘的，意味着什么呢？1500点到1510点，即使有机会被大盘所带动往下探的话，这个地方同样会形成很强的支撑。如果破了前低，就意味着整体的底部转折结构会有形成。所以创业板指如果下周能见到低点的话，可以相对而言比较的乐观，甚至可以到黄金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反弹力度可能会比主板会相对而言更加强一些，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一个事儿。然后呢，后一张 PPT 就我们说的要等待月线啊，要等待双创指数，也就是我们 EPMI 的一个的宏观数据。那么一直都在讲，因为这个历史上的一个九月份啊，下张图表可以看得很清晰，从九月份头来上节目就说了，科创50指数每年的九月份，因为 EPM 的数据相对而言在站在荣枯线以下，所以九月份都是呈现月线级别的阴 K 线。那么本月仍旧持续它的一个观点，实际上本月已经开始在兑现了。那这样过程当中，因为临近到下周23到26号的时间点，也会公布新一轮的九月份的 EPM 的数据。如果能够站回荣枯线以上，甚至有大幅改善的话，那实际上我们可以期待双创十月份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如果说这个数据还是在荣枯线左右甚至荣枯线以下的话，那么对于科创50而言，十月份的表现就可能不会太过于乐观。对，这是当下对于各大板块指数而言对它的一个整体上的一个判定。好啊，谢谢景昂啊。我想这两张图呢，其实从刚才景昂也说了啊，在九月初啊，我记得好像八月末九月初的时候啊，已经跟我们讲解了啊，这之所以会形成九月这样阴线的一个原因，那现在马上就要揭晓结果了。我们再来看看到时候十月份会如何来走，好吧？好，听完现场两位嘉宾的一个观点之后，我们再来听听其他嘉宾在有看头 APP 上发表的观点。
来，有请伊可。好的，老袁。今天栏目组为大家精选了两条来自有看头 APP 上的嘉宾点击内容。葛建营认为，目前市场纠结等待方向明朗，继续持股跟踪国资云、华为概念及金融等板块表现。许文杰表示，短线高位抱团情绪在下周将面临抛压。更多点击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有看头 APP。 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大家可以在有看头 APP 抖音号上发表留言，参与节目互动。最后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随着市场底部信号愈发明确， A 股黄金机会也悄然降临，立即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领取 VIP 主力资金指标套装，洞悉资金流向，把握操盘先机，让您在市场的转折点上与主力同行，精准捕捉行情的每一个脉动。同时，有看头 APP 还精心准备了三套投资大咖系列课程，超强嘉宾阵容倾情打造，无论是初学者还是资深投资者，都能在这里找到提升自己的秘药，让投资之路更加顺畅。现在就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更多惊喜好礼等你来领。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老袁。好，欢迎回来啊！我们上半场的一个话题呢，是后市持续反弹需要哪些条件来支持？我们给了六个选项啊。第一个呢是成交量要放大啊，那有32%的一个观众呢选择了这个选项啊。第二个呢，大小盘形成合力13%。第三个，长线资金入市17%。第四一个，投资者信心提升18%。第五一个，政策持续发力17%。第六一个，其他3%啊，要我说除了其他啊，我个个都要选啊，才有可能市场出现一波上涨。好了，不多说了啊，我们稍事休息以后呢再回来，再来请出两位嘉宾来聊一聊啊，下一阶段如何来操作，带来哪些策略。来，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选股困难，就看九方智投。行情资讯，就用九方智投。实时答疑，就选九方智投。九方智投股票行情软件，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老凤祥提醒您继续观看。有喜事就有老凤祥。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好，欢迎回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涨幅前五的板块啊，我们可以看到像国资云、华为、鲲鹏、华为、升腾、智慧正午、信创概念啊，基本上都是2%以上的一个上涨。下跌的呢有 AI 医药啊、创新药、干细胞、抗癌药物、代糖概念。此外呢，我们下半场呢也跟大家要来做一个互动，互动的话题呢是轻指数重个股近期适合哪种交易模式？我们给了五个选项啊。那我回到场内，我们来听听场内两位嘉宾，是如何来看啊？现阶段用哪个模式比较好一些啊？胡嘉宾怎么看？我认为现在来说的话，肯定是把时间周期拉长，往中长线的级别去看了啊。那更多的可能选择一些基本面确定性强的一些方向做比较好啊。这胡嘉宾的看法，景安呢？对，我可能会选择 C 吧，中线逢低吸纳吧，因为中线过程当中一些上一轮周期比较表现的比较好的那些的品种，实际上现在也回估值也回归到位了。嗯，比如部分的出海。嗯，因为接下来的时间端口上面，他们有很多的品种已经慢慢走打开右侧空间了。好，那实际上还是有机会。好啊，两位嘉宾呢都给出了自己的一个看法。那我们的投资的朋友，你们是如何来选的啊？欢迎大家跟我们多做沟通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胡嘉宾来听听胡嘉宾今天自己带来哪个操作的一个策略。来，有请胡嘉宾。好的，现在市场来说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没有主线啊，这也是指数一直下跌我认为原因啊，而且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啊。
所以目前我觉得操作上来说的话，第一，不要去满仓操作了，手中一定要留有现金。就像我刚才讲的，指数大概率是没有见到底的，而且越是末端越有可能发生一些极端性的行情，所以说手中留点现金，真的极端性的行情出现了，那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是大胆入场的一个时机了啊。那其次来说的话，我觉得现阶段的一个操作上来说的话，追涨确实是不适合当下的一个市场啊。那我现在在关注的一些短期板块来说的话，就是近期连续下跌而且没有做出任何反弹动作的一些方向。那为什么要去这么关注？原因我觉得也比较简单，就是近期有反弹的一些板块，像比如说像新能源啊，包括像一些软件，那软件现在还没有下跌啊，但是新能源我觉得比较明显，连续涨了2到3天，然后今天是出现了大幅的一个下杀，很多个股就是反弹的高度都不够今天一天跌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个股就现在在演绎的可能就是反弹是为了更好的下跌的一个走势了，所以现阶段我的操作上就是去找那些没有反弹过的而且现在还在跌的一些方向，可以去做一些短周期的一些布局啊，等到真的有反弹了甚至可以做同时的一个卖出的一个动作。那现阶段符合这个条件的方向目前来说有两个，第一个的话医药医疗，那我带来一张日线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就从近期的一个行情来说的话，是它是贴着五天均线在下跌的，没有做出任何反弹的一个动作啊，而且也是接近到了今年的一个最低点的一个位置。那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当医药板块走出反弹的时候，跟新能源差不多，就当我们觉得哎它真的要反弹了差不多要启动的时候去做入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晚了，它又掉头向下甚至创新低了，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来说的话去做医药可能相对的胜率会更高一些，哪怕它继续跌我做一些小仓位的补进然后反弹一起出掉，我觉得也是成功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医药医疗这一块至少从短周期上小仓位去做一做应该问题不大。那另外一个符合这个条件的方向的话就是半导体板块了啊，然后你可以帮我上下图。那同样也是一样，半导体最近也是贴着五天均线在跌的啊，无论是利好还是利空反正就是跌。那现阶段来说的话，我觉得半导体的一个下跌大概率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末端的一个状态。那我是把今年严格来说是去年12月到今年2月6日见底的这一波给它用红圈圈出来了，其实状态上跟当下我觉得是极其相似的，都是处在一个下跌趋势一个状态啊，无非就是一个跌得快一点一个跌得慢一点。那有一个最近我觉得不同的点就是半导体的板块最近是呈现出小碎步的一个放量了，也就是说它开始增量了，这也是我说它为什么会进入到末端的一个原因，很有可能是在杀恐慌盘了。因为可以看回头看到今年的2月份这个底部啊，那最后这一杀其实量能上没有呈现出萎缩，而且是在逐渐的一个放大的，所以目前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半导体上可能更多的就等待它的一个下杀去做一个强反弹抄底的一个动作了啊。那在这里我觉得可以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左侧来说的话，那就选取单日半导体板块指数下跌超过3.5%以上的时候，同时当时的成交量必须超过上一个交易日放量杀跌，那可以采取一个左侧抄底的一个动作。那稳健的话就是等待右侧，但是同样也需要等待一个3.5的一个单针探底，就是回收了，甚至3.5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大阳线，那我觉得可以确认哦，确实底部出现了，到届时再做一个右侧的一个介入，我觉得会比较合理。所以目前整个半导体上，我觉得等待来说的话会比较好，而且机会性我觉得会比较强。那原因上，我带来第二张图就是一张半导体设备的一张中报的一个汇总了。那为什么要去看业绩？我觉得现阶段你说资金炒什么，其实说白了更多的可能有点倾向于是像乱炒，无论是妖股也好 ST 也好，更多人乱炒。但是如果市场见底了要反弹了，增量资金来了啊，哪怕说一些小机构10亿20亿他不会乱买，他肯定去买一些有基本面支撑或者照样的行业。所以我带来一张半导体的一张中报的一个汇总啊，其实从业绩报表上来说是非常好的，营收上连续2个季度它是同比增长，而且是2位数的增长。那净利润上毛利率上都是创出了2年以来的新高，也从基本面上完全没有问题。那现在下跌我觉得更多的是市场所致啊，我们也可以称它为错杀，一旦行情转好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有机会率先的吸引资金走起反弹的一个方向。好啊，胡嘉宾啊，两个板块，一个呢是医药啊，另外一个是比较熟悉的啊半导体啊。好，我们接着呢再来请出景昂，来听听景昂有什么思路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来有请。好的，老袁，我们首先看第一张图表，这张图表一直在跟各位跟踪，就是 A 股的高低切的一个跟踪的指标，分上下轨，
分我们红色的这条，我们所说的指标的这条线，目前开始已经走了大半了。嗯，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这条指标越往下走，就意味着高低切的节奏越临近尾声。高低切的节奏越临近尾声，就意味着市场可能会出现主旋行情。因为一旦市场没有主旋行情，就意味着市场没有上攻的一个的动能。那么实际上当下已经开始慢慢的经历到历史统计上数据的一个平均值了。因为从7月22号沪深300以及上证509连阳之后，到目前为止开启的高低切持续的时间到下周刚好满2个月，一般性的统计数据是2到3月的一个时间，这个指数会先于上证指数见底。那目前而言它还没有见底，上证指数我们无法断言阶段性见底了。所以当下而言，对于板块的评述而言，无非就是一个继续高低切的一个的节奏，就之前没有动过的行业板块它会有反抽反弹性的一个的行情。那么呢，往下一张图表会看得很清晰，因为马上要开始进入到三季报成绩单的这么一个公布时间了。我们统计了整个申万三级行业一共346个细分的三级行业里面一个高增长的一个的盈利的一个增速，把它量化定义为净利润增速在30%以上的定义为高增长的三级行业。那么在中报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披露下来，整个占比只有21%。可以看到我们这张图表里面有根红线，这根红线就是 A 股所有景气度板块的一个净利润的一个图，只要这根红线在这个绿色的这个框框范围之内啊，就这根红线只要在绿色框框范围之内，指数级别没有任何行情。嗯，哦，指数级别没有任何行情，只有让它站回，就是净利润增速超过30%以上的申万三级行业的占比，要占比超过25%以上，这个时候核心资产的投资有效性跟景气投资的有效性才会强。只有这两大方向的品种表现的好的时候，上证指数各大指数才会有指数性的行情。所以当下仍旧是一个事件驱动、新闻驱动、题材驱动、热点驱动的一个的情况。因为当下三季报的成绩单没出来，当下以21%的一个比例来进行个评述的话，目前产业主题投资有效性相对而言更加强一些。所以当下仍旧是一个 无序轮动，板块而言就是什么没有涨过，什么可能会给你动一动，动完之后又该爬下的爬下了。所以要等待三季报的一个成绩单的一个的考核。那么最后一张图表一直跟各位去讲的黄金的合理中枢是2500美元每盎司，这个的资产的一个定价实际上定义为25个 BP 的降息，但是这一次做了一个非常规的50个 BP 的降息的一个动作，所以呢，市场上对于避险资产而言，可能还是有一些的青睐。但是呢，当下黄金已经超过2600美元每盎司，这个时间节点上虽然短期还有空间，但是实际上是属于一个边打边撤的时间节点了，因为但凡不是硬着陆，那么避险资产它一定会有终结的时候。那这个时间节点上还是要跟各位去讲相关的这个 ETF 相关的一个品种不用过分的狂欢，因为这时间节点上还是有很多的风险在存在的。好啊，谢谢景昂啊带来的相关的一个分享啊。那我觉得尤其是 A 股高低切跟踪的一个指标啊，这张图呢我建议大家好好把它印在脑子里啊，因为看到高低切呢它完成了一个过程啊，其实不是瞬间完成的，完成之后再来走势呢也不是瞬间就完成的，要有一点耐心啊，等到它出现信号之后呢它也会有一段啊这个让你可操作的一个行情。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请出场外嘉宾宋路易，我们来听听他对市场是如何来分析判断的，来有请宋路易。今天盘前的央行公布了 LPR 的利率是保持不变的，但是市场并没有出现连续性的走弱，韧性较强，看好后市呢市场继续的回暖。那板块方面的话呢，我当下比较关注的是两个，一个呢是国企改革，一个呢是信创。国企改革呢在龙头的带动之下行情是在逐步扩散，后续我会关注呢低位的一些补涨机会。信创板块今天大幅度的走强，在外围的消息刺激之下，还有国内的招标的加速的情况之下，板块行情呢是有望持续，下周我还会关注它的扩散机会。好啊，谢谢宋路易的一个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有看头资金优选板块，来听一听张宁今天带来哪些优选内容，同时
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头自营优选板块来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有请张宁。好的，老袁，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自营优选策略。今天盘中的华为鸿蒙概念是出现了明显的涨停潮，而目前在华为三折叠屏手机上市之后秒售罄，以及全链机大会正式召开的双驱动影响之下呢，整个板块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集体的拉升，而相关的品种表现同样是不俗的，有希望成为下一个产业的题材的风口。那么站在当下的时间点上，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寻找当中更加具备进攻性的核心品种呢？一起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今天盘中啊，我们发现华为概念的产业链集体走高，华为升腾包括鸿蒙等方向涨幅居前，多家品种是出现了连续涨停的情况。而短期引爆题材的重要原因之一呢，就是华为三折叠屏手机上市第一天秒售罄，热销程度啊是远远超出了预期。而华为 Mate XT 作为全球首款的三折叠屏手机，有望加速折叠屏手机的渗透，进一步催化产业链的投资。比如说右侧的这家案例公司啊，作为鸿蒙系统的终端生态供应商，有基于核心版的智能融合的终端项目。那前期呢，股价也是经历了超跌，华为在发布了三折叠屏手机之后，自低位迅速的突破下行接线，短期阶段涨幅已经达到了49.37%，具备显著的上冲动能。而目前受到三折叠屏手机销量大增的这样的一个利好的驱动，我们发现后续仍然有不少的资金在逐步的进场。那么这些品种是不是在将来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因此我们今天也为大家精心梳理出了一份华为鸿蒙产业链当中核心受益的品种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到手之后就可以直接的进行筛选了。那么当中又有哪些核心的受益品种更加容易受到产业链的更多的催化呢？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从国内的销量来看，国内的折叠屏手机市场的加速渗透正在进行当中。二季度呢，国内的出货量已经达到了257万台，同比大增了104.6%。而右侧的这家案例啊，作为鸿蒙生态的钻石级的服务商，深度切入了软件开发，包括设备接入端。股价阶段筑底之后，受到华为发布三折叠屏手机事件的驱动，短期上涨幅度是达到了53.29%。而更加重要的就是，目前的关注节奏啊，应该更加的注重于低位刚刚有资金关注，而且同步出现技术转折信号的这些公司，当然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观察的方向。如果说您也对于华为鸿蒙概念当中的核心受益品种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拿起手机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免费的将我们这份名单领取到手了，从中再去进行筛选当下市场当中更加符合题材风口方向的，也更加符合您的投资方向的一些内容。好，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智盈优选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老袁。好啊，谢谢张宁为我们带来的热点优选。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为大家揭晓今天的投票结果。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一勺蜂蜜让生活甜蜜蜜，但只要前面加个土字就被定义为纯天然。其实蜂蜜本身就是一种天然食品，没有科学数据证明成品蜂蜜的营养价值不如土蜂蜜，且多数土蜂蜜蜜源模糊不清，卫生无保障。相比之下，瓶装或者预包装蜂蜜蜜源清晰，检测严格，在安全性上更加有保障。平安小提示，科学认知，理性选择。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爱学习的股民，股票学习机来了，专业陪伴，高效学，智能 AI， 精准学，九维课程，体系学，九方智投股票学习机。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盘股论金节目。找老师选策略挑股票，上九方智投。欢迎继续收看盘股论金节目。接下来请老袁公布互动话题的投票结果。好，欢迎回来，我们先来公布一下下半场的互动话题啊。那下半场呢，互动话题是轻指数重个股近期适合哪种交易模式，我们给了五个选项啊，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投资者如何来选择的啊。觉得短线博弈连板的啊，有 17% 啊。第二个呢是中短线调仓换股 10%， 中线逢低吸纳 31%， 长线乌股不动 27%， 其他 15%。此外呢，对于嘉宾观点的支持度我看了一下，是胡嘉宾更高一些啊。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送出一个福利，在应用商店搜索九方智投 APP， 快速挖掘优质公司投资机会。更多投资工具请在应用商店搜索九方智投 APP 下载体验。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再回来，再来请出两位嘉宾来聊聊节前啊，还有六个交易日啊该怎么操作吧。来，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一勺蜂蜜让生活甜蜜蜜，但只要前面加个土字就被定义为纯天然。其实蜂蜜本身就是一种天然食品，没有科学数据证明成品蜂蜜的营养价值不如土蜂蜜，且多数土蜂蜜蜜源模糊不清，卫生无保障。相比之下，瓶装或者预包装蜂蜜蜜源清晰，检测严格，在安全性上更加有保障。食安小提示，科学认知，理性选择。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选股困难就看九方智投，行情资讯就用九方智投，实时答疑就选九方智投。九方智投股票行情软件，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好，欢迎回来，我们来请出胡嘉宾吧。来，好，下周来说的话，首先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啊，第一不要去做一个追涨的动作了，因为首先刚才我讲过成交量的问题，那按照下周来说的话，成交量应该是不会释放，甚至有可能会走出递减的一个状态啊，那指数上可能也会相应的走下行，因为这个缺口都不认为会补，所以说我觉得整体的氛围感不是很强，操作性啊，那操作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华为啊就不要再去做一些跟风的一些操作了，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很多个股包括板块连续涨个两到三个交易日，后面可能换来的是下跌，甚至有些个股的跌幅要比前面涨幅更大。今天我看了很多新能源，真的是把新低都打出来了。嗯，所以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我的思路啊，就是找医药的一个机会。哪怕下周如果医药股继续下行的话，哪怕小仓位的补仓，我觉得也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反弹一到两个交易日，必须全部出去走人。就像我刚才讲的，手中现在必须要保留现金，后面的一个底部怎么出现是大。It's a great deal.